古代公主要怎么画？首先，我们先画出她的头部。给她画上眼睛和嘴巴，然后我们来画上她的衣服。然后我们来给它涂上颜色，选择棕色，涂上它的头发。选择红色，我们来画上小花的颜色。我们来开始给它的衣服涂上颜色。像这样，我们的古代公主就已经完成了。